铜拳乃岭南拳术之首，其特点硬桥硬马，刚猛霸道，是集内外家于一体的近身短打拳。该拳法历史源远流长，派系繁多，历史上的武术大家如陆阿彩、黄麒英、黄飞鸿等，现代知名演员如成龙、洪金宝、甄子丹身上都有红拳的影子。红拳拳种又分弓字伏虎拳、铁线拳、虎鹤双形拳、五行拳等。弓字伏虎拳为红拳母拳，以步进退成弓字形，故名弓字伏虎拳。其拳法讲究腰马稳健，巧手刚劲，俗称铁马，就像铁柱一样钉到地上。其套路包含红拳各种步法与手型，刚劲猛烈，气势雄壮，即红拳之基础。铁线拳主练内功，属短桥窄马近身贴战武术，乃广东石虎铁桥三一技。所谓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。虎鹤双形拳则是红拳与佛拳改编的一种拳术套路，套路中取虎之劲和形，又取鹤之姿和意，由高马练至大马而低马，步伐讲究落地生根，身形注重挺拔端正，既取佛拳凌厉攻势，又有红拳之严密防守，故而有红头佛尾之称。两者的结合就是武术中的刚柔并济。五行拳乃取龙蛇虎鹤豹五种形态，讲究虎形练骨，豹形练力，蛇形练气，鹤形练精，龙形练神。该拳法取自飞禽走兽之形，虎豹属刚，其势猛力强，身稳步正，气息强烈，主练筋骨及劲力。蛇拳走柔，气沉而平稳，动作及内劲配合气息之吞吐而绵密不断。鹤形走巧练精，动作巧而灵活，手法以角度之掌心八卦及内外三角互相配合。龙形练神走活，刚劲相济，欲尽于神，身形灵活多变，步法时稳时活。除去大小拳种，大致风格有二，一是长桥大马，长手长弓的大开大合武术，另一种是短桥窄马，短手进攻，贴身攻防的武术。素有咏春三板斧、洪拳分定寸之口诀。洪家拳手法多样，腿法较少，主张以刚为主，以力服人，讲究硬桥硬马，刚劲有力，以生助威，所以练习者肌肉发达，筋骨强壮，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可显著提高。而在1975年，邵氏公司就有一部关于洪拳的作品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这部《洪拳小子》。故事发生在一座偏僻小镇，镇上有两大织布厂，分别是兴发龙与桂连通。虽说同做织布生意，但桂连通的货远没有兴隆发好，就算商家卖老板面子，生意也做不成。于是为了撬走兴隆发的工人师傅，继而将兴隆发赶出纺织市场，桂连通哈老板依仗裙带关系买通了兴发龙的陈管工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老陈不停地劝告工人们跳槽，可另一位管工老李声望颇高，老陈的计划屡屡受创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乡下少年初出茅庐，一身武艺登峰造极的关丰毅不甘心窝在乡下，于是来到城内投靠师兄。经师兄黄汉引荐，关丰毅在兴发龙织坊找到一份杂工。师兄游历江湖多年，深知人心险恶，因此关丰毅来的第一天，师兄就告诫关丰毅一定要低调行事，千万不要在人前暴露自己会功夫，否则必会招来杀身之祸。阿峰表面一口答应，实则根本没当一回事，转头看到总管的三脚猫功夫，便嘲笑他功夫太烂，迫不及待上去指导一番，三拳两脚将总管玩弄，在工友面前暴露了拳脚功夫。而另一边呢，老陈迟迟找不来工人师傅，哈老板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他们拉帮结派，肆意破坏兴发龙的纺织机，那些不愿意跳槽的工人师傅还会遭到桂连通的一顿毒打。这打一棒再给一个甜枣的做法，还真让老陈劝走了一群工人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老李赶过来劝说，老陈怒上心头，让打手将老李围了起来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阿峰赶到，打手人数众多，可在阿峰眼里根本不值一提，他拳法刚劲，大开大合，三下五除二便将一众打手揍得抱头鼠窜。阿峰替兴发龙出了口气，总管十分高兴，不仅提升阿峰做管工，还答应两人恩怨一笔勾销。赚了钱的阿峰意气风发，立刻来到师兄面前炫耀。师兄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原来师兄出山后便凭高强武功打出一片天地，然而当他与敌人殊死拼杀，却见老板与对方把酒言欢，
白天的那场拼杀在两人眼中仿佛一场游戏，就算他武功再高，在老板眼里跟狗也没什么两样。师兄从此心灰意冷，躲在织布厂当了普通员工。另一边，哈老板计划失败，他气急败坏，得不到索性就毁掉，立刻让手下全体出动，见到兴发龙工人就拳脚招呼。短短几天就有十几个工人受伤，甚至连老李也被活活打死。就在兴发龙即将被一窝端时，阿峰站了出来，对着教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教头丢了面子，当下也顾不上江湖道义，拿着竹竿杀向阿峰。阿峰丝毫不慌，他即便是赤手空拳也能轻松将教头打得抱头鼠窜。阿峰拯救兴隆发于水火，何老板十分高兴，不仅提升阿峰做大总管，还给关峰义大房子住，让他有花不完的钱，甚至还给阿峰配了一个女人。俗话说，人一旦发达总是会得意忘形，阿峰同样忘乎所以。他认为师兄太过小心翼翼，因为只要有拳头就有说理的地方，可树大招风。此时阿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哈老板的眼中钉。为了对付这位乡下小子，教头想出了一招毒计。这天哈老板的小弟前来，声称阿峰的武功盖世无双，他们贯连通上上下下，没有一个不敬佩阿峰的武功，我们全都服了你，就连教头也希望与阿峰和解。一顿彩虹屁吹得阿峰心猿意马，于是便答应上门喝酒。等他上门时，教头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出来迎接。阿峰感慨下手太重，可谁知教头突然抽出利器，背后一击重伤阿峰。阿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腹部受伤，深陷包围。但即便如此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瘸腿的教头，周围的杂兵，那些在阿峰眼中都不是威胁。他拼死一战，很快便杀出重围。同样，阿峰也知道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哈老板。阿峰回到住处，简单包扎伤口后，便径直闯入哈老板府邸，这可把哈老板吓得不轻。可当看到阿峰腹部渗血时，便明白计划已经成功。哈老板叫出府上的打手，瞬间将阿峰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些杂兵阿峰自然不放在眼中，可先前教头偷袭得手，阿峰已经身负重伤，看似横扫千军一往无前，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哈老板趁他病要他命，一招毒辣的锁喉手将阿峰杀害。师哥站在阿峰墓前，回想起两人的点点滴滴，他后悔自己没有多加管教，才导致阿峰在世俗迷失了自我。师兄找到何老板求助，可何老板对阿峰的死不管不问，声称死掉的人就是没用，阿峰本事不济，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师兄忍无可忍，他砸碎何老板的蟋蟀罐，决定亲自出手替阿峰报仇。师兄来到郊外，堵截了哈老板的小弟，以蛇拳出手，迅雷之势将三人击毙，自己则伪装成尸体等着哈老板上门。哈老板被师兄埋伏，立马招呼小弟上去围攻，但师兄的武功本就强于阿峰，三拳两式便将喽啰击毙。哈老板还想誓死抵抗，铁指猛攻脖颈，却被师兄化解。见势不妙，哈老板想要逃跑，师兄飞身一脚将他踹翻，接着抱拳直击咽喉，终于为师弟阿峰报了仇。